订火车票就同城，打开微信支付就能订的同城旅行。邀您收看《我就是这般女子》。事到如今，将军就告诉我吧，这东西到底还在不在你手里？你我一起辅佐皇上多年，深知如今政局之艰辛。皇上初登大宝，根基不稳，若虎符旁落，皇上会如何想啊？满朝文武又会作何思量？将军，你既已退隐朝堂，又何须身怀重宝呢？荣伯爷，将军遇刺之时，虎符便已失去踪影，你我两家相交多年，荣大人不追查凶手，反倒来追查虎符下落，叫人好生心寒。荣兄啊，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是请回吧。皇上竟然请来了荣大人，公主，这虎符之事，皇上逼将军交出虎符，分明是受到颜辉等人的挑拨。虎符若是落入他人之手，便是我半家大难之时。本宫万万没有想到，与荣大人那一会竟是最后一面。家父离世之后，家母曾派人彻查家父的死因，不过数日，竟连兄长也离奇暴毙，家母在房中自缢而亡，而我却身困宫中，世上再无一亲人。荣家意外令人叹惋，可这一切与班家无关，与本宫无关。大长公主，家父是在调查虎符之后才惨遭毒手的，殿下怎可撇得如此干净？放肆！你是在责问本宫是暗害你父母的凶手吗？容嬷不敢，只是容嬷调查此事多年，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班老将军的虎符，容嬷恳请大长公主赐教，劝我一片孝义之心。本宫说了，这一切都与班家无关。大长公主，家父在世时曾说，班家与荣家乃通家之好，还望您看在……本宫明白地告诉你，你在查什么探什么都是你的事儿，我班家不会插手，可若你再别有用心地接近画画，那皇上应该很想知道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程安伯背着他都做了些什么。什么？明白了。皇上如此关心殿下，想必也一定很关心殿下的病情。站住！我都不生气了，你一个大男人至于吗？算了，我这个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太通情达理，不管怎么吵，寿宴还是要继续办下去。但既然要合作，就得有一方妥协。龙井高的事情我原谅你了，但说清楚啊，从今往后所有关于寿宴大大小小的决定全都得听我的。哎，你哑巴了？
郡主要我说什么？我跟你说半天，你只字不说几个意思啊？你不是号称天下读书人的楷模吗？你尊的礼呢？千错万错都是容嬷的错，在下还有事告辞。荣霞，你给我说清楚，你一大早来我的地盘，这个态度，我欠你的还是搬家欠你的？你叫什么？是笑我自己太傻，我原本以为你们会有所不同。郡主说的不错，你不欠我的，搬家也不欠我的，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容某一人之错，我一开始便不该把搬家牵扯进来，更不该把你牵扯进来。容某向来习惯了一个人，从前如此，日后也会如此。郡主放心，容某绝不会再攀扯你半分。这说什么呢？不就是一块龙井糕吗？至于吗？这寿宴可真是热闹啊！听说是太子殿下主办的。那可不，太子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好生热闹啊！哎，是啊，是啊。二殿下，走走走走走。哎，表妹，我可没让你帮我抄经书啊！我不管你打什么鬼主意，本殿可还没有原谅你。二殿下想多了吧？我不过是看你最近太倒霉，给你冲冲晦气罢了。我。你没事吧？小姐，小姐，各府夫人、小姐都到齐了，就差你了。走，走。这个是画画专门研制的茶品，请太子妃品鉴。贵府出手果然是不错，这吉时已到，怎么还未见大长公主出现？啊，兴许啊是知道皇上亲临，所以打扮起来便慎重些，我赶紧前去协助，以免误了吉时。你们两个即刻从后门走，把祖母惯用的张大夫找来。是。众爱卿，请起。谢陛下。今日是家宴，又不是上朝，不必拘礼。众爱卿就坐吧。准备的如何了？回陛下，老臣已经更换了公主府的布防，安排的暗卫即刻入府搜查胡府。知道了。张二，今日宴席布置得很新鲜，你辛苦了，朕会重重有赏。父皇，孩儿幸不辱命，只是这寿词本就是荣霞代笔，一会儿能不能别让儿臣来说啊？张二，怀帝，陛下，大长公主现在何处啊？朕可为她准备了一份精心的礼物。母亲要知道陛下还为她准备了寿礼，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想老娘啊此时正在梳洗打扮，不如请陛下先用些酒水，待我娘来了以后再为她贺寿啊。好啊，那就开宴吧。你怎么在这儿？郡主，常嬷嬷，我祖母怎么了？祖母，我祖母这是怎么了？啊！大长公主生病已久，却不敢声张，因为她深知此事若传至朝堂，谢家再无忌惮，
别人集结各方势力对付班家。你怎么知道的？你又为何在这儿？眼下郡主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付那些前来祝寿的人。不用你教我，我已经派人去请张大夫了。等大夫需要时间，此刻圣上正等着大长公主出去，眼下郡主最缺的就是时间。郡主，上次荣伯爷前来，老奴无意间听到他与大长公主起了争执，只怕是敌非友啊。张大夫，快请，快快看看我祖母她怎么了。所幸昏迷的时间不长，应接急救的药应该暂时无妨。好，此药用温水化开服下即可。好。郡主，大长公主曾嘱托在下，此事不能声张，我就先走了。好，张大夫慢走，改日必登门道谢。啊。奇怪，今天这药的颜色怎么这么深呢？皇上等不了多久的。你什么意思？张二，过了这么久，大长公主为何还没到啊？禀父皇，孩儿也毫不知情啊。不知情？皇兄，你身为寿宴的主办之人，怎会连此事都不知情呢？莫不是出了什么岔子吧？哎，班郡主荣伯爷也不在此处啊，这事儿皇兄你也不知情啊？皇兄身为当朝太子，既然连手下之人都掌控不了，这将来如何继承大统啊？皇兄，姑祖母至今都还没有出现，这要是耽误了祝寿良辰，影响到了姑祖母的健康平安，这份责任皇兄你可担当得起啊。皇上莫急，不如我先去看看。罢了，朕亲自去请。快把那姓张的给我抓回来，快去。是是是。不必了，毒害大长公主这样的事定是背后有人指使，眼下不宜大操金蛇，要顺藤摸瓜才是。好，那姐，前厅都快闹翻了，你们到底在里面干嘛？怎么办呀，现在没有药。我有药。你为什么会有药？先救大长公主要紧。伯爷为何要出手相助？郡主，从我与你相识至今，容嬷从未想过要谋害郡主，这一次也不会。世子，大长公主是否在里面啊？这个啊，门它就是一个屏障，这门内门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嗯，所以我们只能猜测，不能确定。保安，就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起开。不是，那哎，我试过了，打不开。姑祖母，啊。姑祖母，嘿，姑母，朕来迎接姑母。见过陛下。
诸事繁杂，耽搁了许久，劳陛下挂心了。哪里，朕挂心姑母，这是应该的嘛。今日可是姑母的大喜之日，群臣都在等着给姑母祝寿呢。姑母就随朕去正厅一叙吧。陛下请。哎，怎么哪儿都有你，烦不烦？哎，站住！本殿可是尊贵的皇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一天天的，啊，不是。公子，你可算出来了。大长公主病重之事，可报给皇上了？出了些意外。张大夫鬼鬼祟祟出府，你快派人去跟诊。我已派人盯着他了，但是今日府中另有一桩怪事。何事？有一批暗卫潜入了府中，但是布防的卫队竟丝毫没有察觉。看来所有人都已经到齐了，你快去派人盯着，切勿让他们轻举妄动，对班家不利。是。恭祝大长公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姑母，适才朕听闻姑母可能生病了，朕担心得很，所以才会前去寻你。我身子硬朗，倒没什么，倒是陛下千万别被有心之人左右了心思，反而离间了咱们姑侄的感情啊。那是自然，姑母说得对，朕与姑母才是一家人。朕祝姑母长命百岁，寿比天长。长命百岁，寿比天长。听说皇上有好东西送给祖母，到底是什么呀？快让臣女开开眼界。呈上来。呈寿礼。这是朕年少时为姑母所写的签寿文，当年朝局动荡，使姑母为朕力挽狂澜，保驾护航，此恩情朕铭记在心。今日赠此签寿文，朕就是要告诉大家姑母一家在朕心目当中的地位。班家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陛下的恩赐，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只不过是尽了臣子的本分而已。姑祖母，我也为你准备了礼物，虽然比不上父皇的珍贵，但也是个稀奇之物。来，说几句吉祥话听听。哎呦，这小东西真机灵啊！太子费心了啊！姑祖母喜欢便好。把这个东西给我扔出去！父皇恕罪，儿臣毫不知情啊。这个八哥是哪儿来的呀？禀父皇，这是旁人送给儿臣的。蠢货！父皇，皇兄可能是一心为了筹办寿宴，这才一时疏忽，出现了一点点的纰漏。陛下，您如此看重这次寿宴，臣以为必须要好好彻查一番才是，以免有人借机生事惊扰了大长公主啊。
我说你这个蟹王八，怎么哪儿都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你呀，别当官了，去说书去吧。你这老土匪竟然敢骂我，是不是心里有鬼啊？我告诉你，闭上你的臭嘴！你个蟹王八！你个老土匪！你个蟹王八！你个老土匪！你蟹王八！老土匪！皇上，我爹说的话糙理不糙，不就是一只鸟吗？要我说呀，还没有您养的鹦鹉好看呢，何必为他扫了兴致呀？太子是个好孩子哦，对皇上对本宫都是敬重恭孝，我看陛下此事就不必追究了吧。啊，姑母说的对。哎呦，本宫过个寿，你们是吵吵嚷嚷，哎呦，我头都疼了，我得先回去了。哎，报！陛下，不好了，门外出事了。就是为了抢这班家人发的金箔，害我哥哥被打伤了，他必须得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来来来，大家来守夜。来来来，刁民闹事，驱赶便是，不能影响了大长公主的寿宴。是。陛下。官家奢靡，鱼肉百姓，请陛下为天下民众做主啊！陛下，梅大人一派胡言乱语。陛下，梅大人不会空口无凭的，肯定是有证据。梅大人，若有证据，赶紧呈上来，让皇上圣裁。陛下，臣这里有一封万言书，前几日班郡主为寿宴采买之时大肆铺张，在民间引起怨愤，百姓联名所写，请陛下过目。梅大人，你也太假了吧！这门口刚闹起来，你连物证都有了。这说明老夫兢兢业业，从不懒政。你们搬家纨绔，你懂什么？你懂？穷的叮当响，你懂什么是纨绔啊？好了，陛下，如今公主府外百姓积怨，听闻陛下在此，都想要讨个说法。若要纵容下去，恐怕会失了民心呐。小王八，你不要助纣为虐。陛下，请陛下切莫因私废公，包庇班家，还天下一片清明吧。有你何事？老实待着，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荣爱卿，臣在。寿宴之事，你负责协理，所花银两你最清楚。你怎么看？此次寿宴之需的所有账目，臣都记录在册，这便呈给陛下。这也太巧了吧！你赴宴还带着账册呀？想巴结班家也不带这么干的呀！小心人没巴结上，落了个欺君之罪啊！梅大人如此兢兢业业，荣某也自当恪尽职守。这上面的每一笔账单都有专人验收，由太子殿下、臣以及收款人三方签字，若有任何疑虑可随时查证。父皇，姑祖母寿宴看似花团锦簇，其实开销并未逾制。大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搬家真的那么干净，什么事都没有的话，那门口的这帮人又是怎么回事？此次寿宴剩余银两300两，郡主自己又添了700两，合计1000两，由臣代劳。在城外建造了临时住宅，用于安置流民。臣以为，门外的那些百姓，说不定是来谢恩的。荣霞，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可知？石进大人求见。启禀陛下，经查证。门口闹事乃是有人从中挑拨，为首的已经被缉拿，请皇上圣裁。岂有此理。皇上，臣女一家一向比较低调，向来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如今遭到这般诬陷，皇上您可要主持公道啊。姑母，你们快起来吧。来，娘。花花，委屈你了，搬家如此行事，爱民如子，朕心甚慰，赏金
500两。那臣女就替流民谢过这500两了。只是皇上，今日是我祖母的寿宴，竟有奸人这般辱殿祖母的名声，还请皇上圣裁。言之有理。来人，把梅神官拉出去，杖刑100，贬为庶民。陛下，臣冤枉呀！臣冤枉啊！陛下，臣冤枉。谢陛下。陛下，火戏开始了，咱们去花园里瞧瞧吧。啊，朕觉得有些乏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好热闹热闹吧。荣伯爷，今日之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身上恰巧带着救命之药，之前种种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今天你欠我一个解释。可是你若再别有用心地接近画画，那皇上一定很想知道，在自己身边长大的荣伯爷背着他都做了些什么。按我平时的性格，我真应该赏你一巴掌，嘴长在你身上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勉强能忍你。荣伯爷，你曾经说过羡慕我跟我爹娘感情好，但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伯爷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能否自己先坦诚一些？我信任你，所以我才会接过你递来的药。那你呢？能不能也相信我一次？郡主，荣某有些累了。我知道你这里面藏了很多事，
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能退掉外面这层壳，至少在我面前做一个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负担的郡主。容嬷，不值得你如此。值不值得我说了算，放眼整个大业，我班话能看上的人没几个，但是我愿意算你容霞一个。你没有权反对啊，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可我在我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容霞，是我很在意的人。疯了吧！我怎么会说出那种话？哎，小姐，没事，你想这样对容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小姐，小姐，找到了，找到了！哎，你说这容爹送的寿礼也太朴素了，好不容易才在库房的角落里找出来。算了算了，我有点不太想看了。小姐不看，那我来。哎。我想了想，这大长公主的寿礼是吧，还是得由我这个亲孙女打开来看看。来来来来来，小姐。这什么就一盒糕点这也巴巴的送过来，这容伯爷也太抠了。确实有点抠啊。就冲这容伯爷肯定不是嫌疑人。嫌疑人？哎，我咋把这事儿忘了？小姐，这二皇子的衣服咋还扒吗？扒！这蒋洛今天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嫌疑人八成就是他。啊，外面闹事的人被我弟抓了，是蒋洛派来的。所以依我看，阮绵绵所说，那府中的窃贼，也八成是蒋洛派过来的。阮绵绵硬邦邦，在在，抄家。今日给他点教训。好，走。哎，哦，两位大人啊，今日相谈甚欢，我们择日再聚。并不负殿下邀约。谁干的？快放下！没事，没事，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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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狗奴才，你们竟敢这么对我！你们跟我回来，我可是大家大皇子。把衣服给我捡起来，回来！阿秋，真儿，你今日是疯了不成？啊，那样的场合，你竟然想要替班家说话？父亲息怒，儿子只是觉得班郡主不像是坏人。混账！坏人是写在脸上的吗？你是不是傻呀？你个毛孩子，朝堂之事你懂什么？为父跟你说过多少次，要听爹娘的话，不要自作主张。可你呢？再说了，你跟半花很熟吗？你什么时候认识的他？哎，你脸红什么？啊，好！阿强，班家人没一个好东西，主子刁钻下人也如此猖狂，都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吧？好，看谁笑到最后。
参见二殿下。你可算来了，这就是你给本殿出的好计？联名上书弹劾，费了那么大的劲儿，人家三两句就摆平了，搬家太子一个都没搞定。看看现在倒霉的人是谁？是我。皇上叫走了太子，却命您代课，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太子尽心尽力办了一场寿宴，却让您教好了文武百官，这其中究竟谁是鹬蚌，谁是渔翁？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个道理啊。可是父皇并没有在意那只八哥，更没有信没升官的话，怎么就突然冷落太子了呢？有些事我说了您也不明白，殿下选的这条路急不得，眼下要紧的是笼络圣心，其余的权谋之事交给臣就好。哼，你放心，我肯定信任你。有句话我一直想亲口对你说，待我荣登大宝之时，令妹就是中宫皇后。一切都在筹谋之中，指望殿下信守承诺。哼，儿子尚未查明真相，为荣家惩处幕后之人，心中有愧，特来请罪。公子，您不是要用那瓶药逼大长公主说出当年真相吗？怎么？我只是觉得那样做是错的，为大目的将毫不知情的郡主牵涉其中，不顾搬家之人对我的照顾，一心索取我想要的，这样为大目的不择手段没有结果绝不罢休的行径，同害死我爹娘的人又有何分别呢？爹娘兄长，请你们相信，真相永远不会沉寂，就算不利用旁人，单凭我自己，我一定还你们一个公道。公子，你来了。中平伯长子谢崇锦见过荣伯爷。谢郎乃平州刺史，忽然归来京城，又盛情约见，不知所谓何事？我自是为了伯爷而来，伯爷想知道的事我知道，伯爷还不知道的事我也知道，当年之事与我谢家毫无关系，严家才是罪魁祸首。谢兄淡淡一句就想把谢家撇得一干二净，未免太天真了些。长安伯智谋过人，应知家父几番斤两，恕在下直言，家父没有这个脑子，更没有这个胆子。信与不信伯爷看过便知。晴空愁雨下，人间情。
成这些牵花，有心比如